开抢枪。写完没？哦，小雨。哦，月啊。我手已经停了。哦，小雨。哦，月哦。哦，小雨。开之前了。哦。从刚。你。哦，好。传好了。 好，传好了，最新的，还有最新的，赶紧再传。呀，这个有梦做梦梦到你，哎呦，梦我害羞，等一下是不是你拿着手机？开台也是跟你讲，西瓜，果，开台啦，西瓜来啦，冰来啦，开啦，开了，开了。 我开错了啊！让我截个图，8.6，哎 ，H 怎么就这个？H 怎么只有这个？太会了吧！哪个 H 啊？地震攻击呀！阿伟明白啦，怪他怪他，还有打到自己呀！呜！哈？ 哭，快都进来哟！哭大声点呐，哭！哭，再哭大声一点，大声点，听不见。谁还没进来？我好，刚从啊，杰克，你脸好满，你好大，脸好满，你脸好满是什么？脸好满啊！啊，根本攻杀回来哦！我们今天监控围城正式推出了200。 200，距离我们之前游玩的跟现在大概最主要的差异有什么啊？200，OK， 首先 ，OK， 哦哟，打得出来哦，哎呦，有准备哦，哎呦，然后呢？首先没背了个手，然后就没讲了。OK， 啊，首先呢，这个新增在商店新增了2个东西。 是啊，有盾牌，还有盾牌啊！但是这个盾牌它耐久度就是没有全满，就差不多一般少一点那样。嗯哦，一般少一点，一般少一点的盾，你可以买很多个，但是就看你啊，看你 ，OK， 看你啊，好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电击器就是只要你的队友倒地的话哦。 你可以在他旁边呢，就是你可能路过他，然后你把电死，我来救你，电活过来，抢救他，就是回来快速救援的概念，对，他可以就是你使用之后，你3格内里面的任何一个倒地的玩家会马上起来。 3格内哦，3格内哦，啊，对，3格内，所以你不可以距离太远了。好哦，然后现在如果你救队友的话呢，会有回复的效果。哦，救援，差不多十秒呀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死掉，就是你死掉，然后你死掉会在原地复活嘛？那你死掉会有力量的效果10秒，就是你可以。 对，哦，你死透了之后复活有力量可以来打，对，是有啊，忘记，你等下死死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彩蛋？哎，作者距离太久了，距离太久了，他怪我们都没玩，对，他该怪我们啊，好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 好啊，之后王国之战也都不要玩了啊。还有什么吗？哦，还有那个打怪，打怪，看打怪会有什么分数？哦，对，谁是作者？等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讲。 那就是刚才讲了，打怪现在打一只怪就会有加1分，是打怪以后也会有分数啊。好的啦，嗯，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刀不会爆了。哦，武器不会到整个爆掉，不用担心。好了，但是它爆掉就还是会慢慢扣嘛，所以就还是要磨刀。就是耐久度消耗完了，它就会没有伤害。哦，那这样。对，嗯，好的。嗯，然后还有枪，嗯，原本呢这个散弹枪是很痛的嘛，但是它现在呢就是如果你那个怪物是很靠近你的话哦，你开枪它就伤害会比较高，但是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哦，伤害就比较低。哦，距离更符合散弹枪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手枪它现在原本是很弱嘛，现在伤害变更高，就是变得跟之前的散弹枪一样高。这么强？那我这样不问好，等一下20你要买散弹还是手枪？两把都买啊，两把都买。哦，你等下没有买2把，2把子弹没有平均，我就告你。哎，作者骗人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广告不实。2把都不错，任君挑选。嗯，然后现在这个奴隶的效率很快，哦，哎呦，不会像上次大推荐中，不会像上次那么烂了。请了一批比较努力的，对，上一批都开除了。然后现在这个监控者有那个变形了嘛？对，好，现在这个变形的话，他进去是你受伤是不会回血。哦，但是你会有抗性1。哦，本身有抗性。对，好，了解。好，然后还有，就没有然后了，嗯，有啦，还有几个不重要的小 bug。好，其他小细节没关系，玩了就知道。等一下我玩了有没有？哎。20，为什么这水又流出来了？20，那个修掉了。啊，修掉了是。怎么觉得不重要的通常都很可怕？对啊，尤其是对20的地图来说。哦，等一下，如果跟20敌对，然后有问题就打9我。啊，还有一个不太算重要，但是还不错的，就是之前那个电箱不是很贵嘛？那现在就变得很也没有说很便宜啊，就是降价。降价啊！然后那个升级装备和武器的那些经验啊，也全部都降价了。哦，没有那么贵了，对。复兴公司，秋季特卖。设计可以，特卖了。复兴公司。那这么来咯，200，这样设定可以吗？偷看一下 ，OK 啊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。怎么没有？随机有了，它比较慢嘛，慢的得嘛。那就是哦哟，我们是先监控者哦。先监控。好。你想讲什么？先监控求生，先监后考，再炸，奸诈曹主是不是？对，奸诈曹主下楼啊！拜拜！哎，我比较喜欢先求生者。先苦后甘哦，先苦后甘是不是？后面就可以轻松玩了。对啊，哦，玩那个后面哦，压力很大呢。对，压力山大。求生很累。就可以先看他们有什么东西用起来比较强的。好，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有作者之力，我们就靠作者了。对啊，好。20你要买什么？你如果买的烂，就我也不知道哎。作者，哎，电击器是一次性的吗？还是一次性的？就是我们有多少钱啊？一样250，对不对？按 paper 啊，你不会看哦。对啊。我把牛排买爆。防毒面具要买一下。防毒面具。啊，盾牌，甲板买个2个，怕腿断掉。甲板，买个2个甲板。所以磨刀石也是要买嘛？要啊，要。嗯，武士刀。3、4。哦，你改采紫雷把换成玉髓锭诶，我们可以把它升级成玉髓装备吗？啊。 他只是看起来像，哦，看起来像，对对对，看起来假的。买个6块，就买个1组的面包。燃烧品不够啊，对了，吃的。木板，哎，对耶，木板也可以继续封那个门了。我没有啊，我忘记买近战武器了，啊，算了啦。啊，你没有近战武器啊？我没买到，我忘记了。哇，我没钱了。我帮你买一把，我帮你买一把，你要哪一个？ 哇！我没有买到甲板呢。好了，10刀。甲板的可以丢出来吗？会打到的，会打。啊，会打到是不是？啊，送你2个面包。1块钱可以买什么？可以买面包，买面包。好吧。哇，我只有5发散弹枪子弹。那你有买跟没买呀？我买了3个盾牌，我想应该够吧。结果一看，哦，买了枪之后就没钱，笑死。枪。好，剩下的钱买面包好了。 把钱花完，把钱花完。好了，哎，佛心公司应该要补助一下吧？现在都有那个都有3倍，我们怎么没有3倍？20，嗯，我们怎么没有3倍？他不是在台湾？哦，对，他不在台湾。对啊，没有，你要因应台湾呐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台湾有那个3倍券。哇，对，3倍券。 那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3倍价钱呐，有没有？250块乘以3，3倍价钱，说道具都3倍价钱，哦，3倍券哦。那你这就不是佛心公司了哦。哦，白痴。好了好了，你很肚子饿了，我去吃蛋糕。蛋糕，对对对，蛋糕。肚子饿会跑，会肚子饿哦。快来吃一下蛋糕。有，不能乱动了，不要乱动了。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开始痛苦了。来，出发前吃口蛋糕。对，要吃。大家吃饱饱。20，哦，我想说20怎么瞬移了？啊？他没有瞬移啦。瞬移。哎，准备结束，开始了。夜晚来临，冲啊！冲啊！楼上啊！ 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一开始就有了。哎呦，我赶快上来敲玻璃哦！有，赶快上来敲玻璃。哎，什么？怎么用啊？忘记了。一开始僵尸跑这么快是正确的吗？对。肚子好饿哦。哎，我听到有僵尸的声音在哪？是在外面。外面啊。 窗户外，不怕。为什么？不怕？为什么？怕吗？心理作用。我觉得好害怕。害怕。哦，有河豚了。河豚。它脚脚。啊，我怎么刚走上来就饿了？哦，它现在哎，现在掉好多东西哦。什么东西？现在看一下这个护膜。 好，我想看一下附魔多少钱。佛心公司变便宜了，看一下，一样也是把衣服拿到上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变身皮革装，抗火盔甲，抗盔甲哦，25等哎，真的变便宜了，变便宜。盔甲，我要先付个生命。哎呦，小猪！哎呦，小猪猪！哎呦，小猪在冲啥会？哎。 按凶小猪放 F 是回复弹夹吗？哎，放副手不是吗？还是什么？放副手吗？来放副手。哦对，好，我止痛药。我听到僵尸声，对啊，好像都在楼下。不要走太下面，不要走太下面。哇，来了，皮来了，一堆猪猪来了。我是打不到他，我觉得感觉打不太到的感觉，好像有打到，可是看不太出来。 嗯，哎呦，来了！哎呦，哎，它会掉面包哎，赞哦！对，现在感觉掉东西掉比较多。生命多两滴血这样子。对，没有，就先加防御比较有用。他后面会越加越多。哦，后面会比较多。我想说，加两个，加两滴。哎，有猪！有来了，一群来了。哦，来了上来，上来一点，不要太下面打。有把怪拉上来了，狐狸吧！哎呦，狐狸吧，小心点。哎，那小猪我真的感觉真打不到，盾局好，盾局好，有打到，可是没有反馈感。48等，35等盔甲2。加衣服，让盔甲升高。哦，下面有苦力怕。苦力怕，僵尸想打僵尸，我把他引上来打，小雨小心哦，他上来了。啊！他怎么在那边炸？你炸到后面。哎呦，小猪！到底是什么？小猪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打到。看他头上会扣血，啊，会喷那个爱心出来。猪，走了。够怪。哎呀，不要啦！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吗？谁要手枪弹夹？我做手枪弹夹。不是，谁要手枪弹夹？哦，你要散弹枪的是？对，我要散弹枪的。哎，我散弹枪丢地上了。那这给你。不怕。Teamwork 可以。哦，他是看谁？哎呦！我是看云月。我。哎呦！你要死！对，我回去。他们都吃起来了。都死了。为什么我的枪 F 装弹弹药，可是它怎么不会装啊？你要拿在手上不是吗？对啊，手上右键。你没拿弹夹，你要拿弹夹，不用拿弹夹，不用打，你就是按一下，然后等它一下就好啦。等它 reload 一下。哇，几只啊？4只小僵尸猪人啊！很多。楼上走上来了，楼下走上来了。举好盾牌。我真不喜欢那只小猪。没呢？哪里还有？上来。哦，它击飞好远哦。不怕。我觉得主要是猪猪打起来它不会弹一下，猪猪没什么感觉。打起来抗击退很高，是不是啊？啊对啊，不要抗，还苦力怕也是抗击退。哦，那苦力怕走比较慢点。好，我想打僵尸。退，去。走。哇，小雨好多等级啊！我新衣服已经升2级，狂打。有西上。捡东西的话，其实经验蛮多的。不是，都被捡走了，很尴尬。对，因为你要靠很近才会捡。对啊，就是考验抢东西的技术到了。我在屋顶啊，傻眼。他都没下来。来了，一群喽！来了。哦，42等了。哎呦，哦，有那个安德的吧？安德。安德现在很多只，他不会顺到你身上，还会顺到他自己会周围。对，还会顺到周围。被打屋顶的怎么办？散弹枪子弹。不要！哇！哎呀，谢谢。后面！蹲！哦，他死掉了。哦，小猪吸上来。猪。小猪就是感觉2个人打，一个举盾，然后另外一个直接打。对。怪物来袭！哦！哦，这里小房间有斧头的。好，来了。另外一间，不是这间。啊，死掉！小房间死掉。呜！我填子弹啊，等我一下。对，记得吃满了。OK， 越来越多的声音。对，楼下都在屋顶啊。哇，这是外面的行道。啊，这外面有神弹枪的。小的。大厅，大厅，大厅是楼下，是这边这一区。哦，这半边会哦。对，这边也会。所以要在这边。对，可以带。有带了。我行。哇，这个很雾哎。啊，对啊，可是你带起来就没关系了。对。 所以大厅的话，1、2楼都算的意思喽。对，就是右半边那一块。小雨月，不要抓我，雨碧。啾啾。电箱移到1楼，我们这边可以下去。哦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楼梯下去就看到了。哪边？ 这边一个。哎，你头上哦，好没事。哦，哎，头上的来了，头上来了。哎，我们走出来。跳下来了。苦力怕。哎，苦力怕。哦，我举好。哦，我要死。你小心。哎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1楼，我以为你要下来。对啊。没有，上面很多怪。下面。看阳台太多怪了。有我救。不要你救。 哎，在里面石头怪，很多，对面的。那外面门先关起来。还好。哦，小雨。好在我走进来。哦，不行，嗑个金苹果。哎，哦哟，被女巫丢那个。啊，他们丢的吧？他们丢的。这里。好了，钻石装了。 哦，我也在装。哦，哇！小猪，你干嘛？没有打死。就光头比较烦。哎，有铁卷，有人，巧克力。啊，他有那个，他很晕，好晕。 有补好子弹了，怪物了！外面后面。外面，你不要走出去吧。没有，刚好在那个。对，怕走出去等下有出事情，太危险。哎，他跑去哪里？他死掉吗？你说子弹怎么补？他应该没有，他应该残血跑走了。刚说子弹怎么补？枪子一样 F， 不建议 F 啊，最好是用完了才换。 哦，你像比如你像假如你的枪里面还有一些子弹，可是你填弹的话，斧头人还会被吃掉，会浪费子弹。对，有2、3发就浪费一个弹夹。原来是这样哦，一个弹夹可以补整条。哦，他一次补完不会多那个。你是不是一直换弹啊？所以一直没子弹。 哎呀，有可能哦，不要。谁？我还好啊，你还好？我都没用子弹。我靠，小狼人，小狗狗。是啊，又变大了。钻石妹妹。他打死就变大。哦，真的好雾哦 ，F1 啊。这个房间好多小狗狗。可是 F1 你就不太看。对啊，你看不到自己的手哎。没关系，就要打的时候再那个。 回来一点哦，小心！很多你那边太多狗狗，要不要？我会啊！你打了！我顺走了，对不起。我救你。好，有，谢谢。行。哎，阿巧克力死过了。是。跳！跳是拿枪打比较好打。哦，我们强制上锁。 是哎 ，OK， 哦，小狼人哦，小狗狗，钻石最高等了 ，OK， 好，那么快，我全套钻石，你看经验都被他吸走了，对，耶，那你可以先在后面支援一下，有我在弹怪，换着吸，没有你弹怪就把钱吸光了，哎。 好，那我拿手枪。哎，中毒了！外面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用那个啦，用监视器丢的。哦。枪能不能升级啊？不能，暂时不能。哦哦，这堵太久了吧？哎，跳跳，跳跳哪？来了，跳跳这。武器消失，消失那可以拿下来了。其实这边一直都可以拿下来啊。对啊，这边其实本来就没差。哦，对哦。可是我刚刚就带着。只是门被锁住，我可以开锁，可以开锁啊。不用开，不用开，不用开，不用开。哦。 这样子刚好，这里刚好是安全区啊！哦，对啊，怪都不会过来。人家有怪物被关在里面，反正关在里面走不出来啊，没差。更好。变！外面好多东西哦，太危险！你不要想不开，你不要闹。知道，没有。出去。尴尬是他这里有个监视器。 对啊，角落没关系啊，就是窗户边那一块会被弄到。嗯，边。我刚刚是站在这边角落就没有中。跳跳。20。快狗狗。哦，手上不能拿东西哦。子弹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哦，狗狗掉的经验好多。哦。对，狗狗经验超多。 抗火，弄个抗火强化好了。后面烈焰神，哇！禁止奔跑，禁止奔跑，那还好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嗯，小雨还好吗？还好，没有，那上面是跳跳。把它掉下来，把它掉下来。对啊，我想要把它掉下来。下来一点我才支援得到。 还好，那上面没有多少次，就一点点。嗯。哎呦哎呦，有人哦！不是人哦，我被顺了一下。那是铁巨人声音。哦。哦，外面烧起来了，那条路烧起来了。哪一条？那是我丢的，那是我丢的。哦，铁巨人。那是人。对，那是。不要追！有。就等他下来，反正他不下来也不能打。嗯。哦。没事。还震一下。 震一下，吓死了！哦，晕！在你们那边呢，我这边是啊。对，他在我们上面。干嘛啦？还晕啊！他在修东西。是啊，恶灵突然挤过来，吓到。因为这边会被他晕呢，这个角落。修一下刀。他怎么突然摔死了？这么棒！那我射死了。哦。 捡经验超赞，你是散弹，波波吗？我是散弹，波波，谢谢。啊，我丢那个，丢了，看到。这哦，很久，一直被顺，很烦。哇，好晕！他在我们上面玩门啦，欠揍。哎，门开了，对啊，门解锁了。 哎呦！好，他们靠近最解锁。我你跟上去了吗？超吵！哇，你好猛！哎，站这边可以吸很多经验值，可以来站这个角角。那条线我会把它打掉。又被堵了！那条线我会直接把它射死。那个角角很棒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以为我的裤子被吃掉了。 嗯，没事。这怎么了？他们在玩门啊！这是玩门啊！在玩门啊！是了！啊，是啦！按乱按电铃啊！狗狗，我还有16个弹夹可以玩，16个弹夹，我还有8个，好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爽。这边监视器要放多一点。哎，什么东西？ 没有，按到。可是也刚好他们那个就是又堵我，只堵你，真好。对啊，你跑吧。哦，对啊，现在跑还会有那个。哦，你看，就你在跑，对哦，增加装备啊。我没等级啊。嗯哦，你还没等级啊？啊，我现在久等。那你装备给我，可以帮你升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跑了，可以吧？ 哦，真假的？哦，可以哦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这算 bug 吗？哦，不止，不算吧？算不算？不算，这是团队游戏。对，团队这样就合理了。影月来吸经验哦，就一个坦的去吸经验，对啊，一个装备超高的开始，然后帮大家做手。对。哎呀，好，我去打怪。啊，你打怪。啊，打怪，我去打怪。好强啊！我跟他说我死了。在你旁边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你要知道之前先喊救命有没有？对。天翔又移到门外了。哎，移到门外了。门外从哪边走比较安全？就门外。哇，那是外面呢。对啊。对。大门外面。有这里吗？我们直接从楼上出去了，或者是从后门。刚刚还有解锁后门。哦。等一下，上面有人又来了。有人又来了，打怪吧！后面有跳跳，楼上二十，狼，龙起狼，看一下后面，哦，铁卷，谁？我砍死了，碎啦！哇，碎啦！然后砍三下就死掉了，对，他来不及跑就死掉了，我信。 哦，盾牌爆了！正门！跟你走！后面，后面小狼！先跑到正门。后面 OK 吗？你小狼！对，走！再走！好，这边。团队合作！哦。哎，很多僵尸哦。各有。谁装备要升级？我100等。哇！100等，我可以先。拜托鞋子。 等一下，鞋子，先生成铁的，OK，还有波波的，我还有50等，快了，波波，那来，你们先看谁要先生，我自己可以，可是我208来了，哇会死，很多只，等下波波，你的鞋子先来了，在哪？我吃无敌了啊！可是要跑，我在速冲。你们血太少，先跑。203，我看到了。好，你去看他那边。你确定吗？你那边可以？可以。你在？可以。好了。有盾。哦有。他有盾可以。然后杀死怪会回血吗？对。救人回血。哦，救完人会回血。 又有那个电箱旁边，我打吧，让我去打。对啊，那个他有他看谁，然后跟着他在旁边打屁股就好了。2020没有盾了。哎，那个谁来了？狗，那是人，有两个人。后面有怪物的，有很多跳。这是人。 端死你！哦，痛！这是你！哎，集体威胁！太多！啊，我倒了！你倒了！电箱旁边一堆。哇！电箱那太多了吧？我看到有人戴着蜜蜂的头。电箱那一坨怎么打？对，这一整坨，这个散弹或是那个靠近打才有办法。谁呀？ 来不及吃啊！他们应该全部都出来了吧？啊，对，看到3个还是2个？这么多哦！哦，对，我这种哎，时间最后可以大家一起出来。对啊，最后可以大家一起出来。对，看起来应该是最后了。嗯，因为我看到每一个都有那个。这个跑法应该是杰克。哎，还可以把经验吸走的哦，作者。 因为你有伤害，作者鬼把经验吸光了啦。 哈，鬼把经验吸光了，他们好坏哦，他们把史莱姆球吸光了啦，怎么坏啊？等下打他们，来你过来，有，你力量高，刚复我先打人，对啊，我刚刚要打人呢，过来，人都打完了，打死3个了，这个外面还很多个，撑一下，这个是人，你行吗？ 我可以，我无敌。好，这里是谁？这个好痛！有人打到你的头啦！这个无敌。20后面，要死啊！哦，哎呦，我快回不回来了！哇，我没弹夹，我剩最后的弹夹了。你来找我，我给你。而且我在你后面。啊，我这好。我往前 Q 了，哦，好。这是谁啊？这一个人。哇哦！蜘蛛这个也是人。 啊！我的血！哎呀，打死啊！我又倒了，打死一个人。哎呀，我又倒了。不要！他们现在人恢复很快，所以对他们，因为这后面哎，后面是那个嘛，变鬼没有时间嘛。对。有吗？哎，我被叫醒。有。不是。 杀怪数连续杀了149个，哦，150个，哇，好多！啊！谁带着蜜蜂头又过来啊？啊，我倒在树林里，那边没有怪，只有一只。我旁边有一个杰克，他带着翻新的头。啊！我要死了！啊！下雨，血太少了。 怪物又来袭了哦！对，天哪！然后躺在繁星旁边，作者看不到东西啊！哪里？我的画面都是鬼，你的画面都是鬼。看到你旁边是那个哦，对啊，至少可以走向。我刚刚跑过去了，我先离开那个范围了啊！哇！ 我宝宝，你好可怜哦！我不真的很可怜，我不想起来了。你们那个范围真的是太危险了，我不想起来了。可是我觉得没办法，这个一整波在家里或在外面都差不多。对啊，反正到后面真的就是被围殴啊，正常。对啊，正常。反正我们前面守很那个，我觉得 OK。我觉得前面守的很不错了。对啊，可以。抛弃。 你无敌，你有力量，炮信，这个铁巨人炮信。啊！我要死了，对，死了。啊，又倒了。啊！复活吧！哦哟，复活吧！你有那个是不是？对，我有电击箱。电击器。阿基在树上，找上了，耶！换人了，交换队伍。怎么还有人在烧啊？ 对啊，我天还在烧啊！我等下来喂羊。你要喂羊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喂羊。那我去玩监视，玩那个控制器。好，监视器交给你们去放。监视器的话，我看看。那我先来。应该问20放哪边吧？那些不是那个什么箱子哦。对啊，那个变电箱会在哪里？还有一个是会在那个厨房。 哦，楼下正楼下那边是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后面有一个破屋，小破屋。那个第二间我收过了哦，能源讲一下。有在我们在产电了，产电。我们在升那个电量。无法安装在此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卡在方块里面。哦，不能在方块。对，不能卡进去。不然看到东西都是。 不能在两个墙的中间那一面，我之前尝试过，我不能，不会偷懒。对呀、啊，不能一个摄像头放两个房间，一个摄像头放两个房间。对、啊。1号，3号，我放前3个是怎样？ 20，我放前3个，后3个给你。我一个放1楼大厅的上面，一个放厨房，一个放刚刚的我们躲的那个小楼梯间。嗯，后面2个给你。还有，可恶！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 ，GIF 档，真的。点到这边就是 GIF 的时间。哎、欸，然后我们现在都可以自己去看了、哦，身上都有，一直都可以啊。有啊，上次有一次嘛，一直都可以啊。上次就有，一直都可以吗？对啊，那时候小雨还看太久。只有第一次的时候不行啊。我记得第一次那时候要跑去最边边那个小房间那边。对。哦，原来我玩那么多次了。对、啊，3次吧？有那么少吗？现在还不能放进去。你是不是有一次怕 pass 不玩啊？你说。有不有哦？有不有？怎样？是有心姐跟我。什么心姐？那心姐码都是假的，好吗？我们就是跟你讲，阿米狗里面已经出了内鬼。我觉得是、欸，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到底是谁？我觉得是8起间谍，我觉得是你们3个其中一个、欸。哎啊，没有啦，完了，完蛋，白痴！台南人都是没有啦。2020还有最后一个，快时间快到了。我最后一个放外面的，外面的，我最后一个放外面的，帮，直接放那个前门上前门。我装太傻了，准备时间。我第6个放去，放在那个刚外面的点。好，夜晚来临，我要继续升啊！对，开始要喂了。那我先升这个冲进去的那个。嗯。我要等那个，我照顾那个，那你来这边干嘛？啊，我啊，他现在还没饿啊。啊，你过去 stand by 啊。你先去等他，等他饿啊。不然你看我，那我要干嘛？我发呆，我放广告。好，哎，你可以放广告啊，不错。我早就放过了。对，放广告。你早就放过了。天亮的时候就放了。刚刚闪电的时候还蛮适合放广告的，真的。可是我一直活到最后的几秒钟才死掉，好，我没机会放。对啊，我也是。你说我刚刚在死的时候，对啊，没机会啊，没时间啊。真的，我刚忘记。20这次是不是该提示一下产电喽，然后该放广告喽之类的？你死了，请播广告哦。对，请播广告。没有，你死了 ，To be continue，To be continue。项目需要位置，请播广告。阿妈，项目需要位置。阿妈快点喂啊！阿妈有了，阿妈喂了，阿妈喂了。有哦，苦力怕，我有，苦力怕饿了。对啊，我东西放你们那个产电室那边的小箱。哎，我这个监视器可以放进去吗？哎，可以放哎。不要把放进去干嘛啦？试试看嘛，帮201测试有没有 bug 啊？对不对？蜘蛛，有。嗯，看不懂到底怎么吃。哦，甘蔗就要，我来啊。会有喂。踩这压力板是要全部踩完跳下去吗？还是不用跳？没有，就是左右来，左右走就好。哦，左右走，对，不用跳下去。没错 ，You got it， 你很厉害。就是安妮。哎，20，嗯，你王国之战就不会再更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而已，好，差不多。因为我们那个995，你可以先去，你先去995了。你就跟他讲说啊，我们刚都一样啊。对，你就跟他讲我们都一样，他应该去。没有，我跟他讲。把导入的那个升满，这样进店比较快。哦，那这样很快了。对，很快了。快，然后等下再升这个充电的，对。奇怪，你快乐吗？你就听过？为什么我没听过？那为什么那天那个谁，张学友还是谁，就说阿嬤的你那个奶奶的年代？没有，我是说爸爸妈妈的年代。爸爸妈妈的年代。爸爸年代啊，爸爸的年代。对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说阿嬤的年代，白痴，阿嬤年代是什么？张学友哪有那么老啊？张学友也不是你，我们没有，反正就是年龄带那个啦，有隔阂了，我就很难过。难过。不然你觉得是什么？你我们这个年代的，我是你爸你妈了嘛？你看，对，天，已经差那么多了吗？哦，今天才是那个我们这边淡江大学那个新生的那个嘛，然后就沿路，我因为我要去健身，我就走之后发现哇，一堆新生扑那个。迎面而来那种感觉，对，然后就一大堆看起来就是高中生嘛，高中生那种还在刚18岁，对，那种稚气的脸，真的。然后当初我也是，突然就一个学生说啊，请问那个大楼在哪里？我就说我不是这间大学的，我说哦不好意思哦，哦他那代表他以为你是学生哎，白痴哦，戴口罩谁都蛮会觉得好不好？戴口罩包那么紧。看不到脸啊。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找比较像的人，看起来像家手嘛。还好他们还没开什么社团之类的，就开始了。哎，请问同学要同学，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社团吗？那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？我就会说我大你10岁，你知道吗？ 然后说啊，你留级这么久、哦，超过分的啦，超过分，我爽啦，爽啦！哎、欸，20，那刚刚他们995什么啊？不会钉木板，哦，不会钉木板，哦，不会钉木板，干嘛995你呀？干嘛995？之前都是我在钉木板啊。对啊，我在这边啊，这边不是刚刚还是我提醒小雨的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刚蹲的时候他没有扣扣到啊，我想说，哎，倒了，哎，这么快啊？我们都没人去放怪。 对啊，我们就倒了，920，我们还在充电呢，产电，920，哎，怪不得，升级已经到4级了，都最高等了，我升满了，那是不是该升的奴隶了？可以开始升奴隶了，升奴隶我们就可以开始，我们已经开始面向奴隶的时代了，对，你们解放双手。 啊，我这里先升了啊，50、100、150嘛，对不对？50、100、150啊，升奴隶，我懂。啊，你讲啥？哎呦。 啊，什么50、100、150？升奴隶啊，50、100、150啊，100没有啦，他在讲那个啦，我不知道呢。哦，他说对，哦，完蛋了，我真是哎呦，他好像按比较快了，他比较聪明了，他比较会按了，而且他不用跑来跑去，他站着而已。对，嗯，我觉得他自己很笨。我来看看。 你去顾你的小孩啦！有啦，我喂饱了啦。他们等一下要饿了，他饥饿了啦！他饥饿了，快去喂他，他又倒了。我们明明才是你看，巧克力饿了啦！阿嬤，你看又倒一个了，饿倒了啦！哦，你别吹啦，阿嬤卡腿无方便啦，吼，爱慢慢行啦。阿嬤，快点，阿嬤饿了。阿嬤最近吼，你看团团也饿了啦，为什么？他们怎么了啦？ 来，繁星，解放了！好，哎呦，这个很顺哎！哎，这个好强啊！哦，看哦，好强！我这可以看很久哎。他好会哦！哇，这个好棒哦！这种会滑步哦，左右反步横跳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厉害！对啊，滑步。哎，那个真的变，那个是真的有感，这改版真的有，这改版很棒，真的有感。 这个奴隶升级有感，奴隶有感，这一批奴隶很棒，哎，那个20，你知道现在黑奴是犯法的吗？你这样不行。哎，完全看不到他们在哪边死的哎。好哦，2号监视器。2号是我们被狂击。哎，你们这啊这边什么？没有，这个可以去换东西。哦，那边可以去换一下。对，我看一下毒药。他们怎么会死了？啊，满的啦！我想说怎么一直等。 项目，好，解放奴隶，好，注意啦！哎，怎么用监视器，然后点，我们已经全自动了吗？好了，可以开始准备玩别的东西了。对，然后固定来看一下这个电，固定来看一下有没有对，有没有固定，有没有稳定的？对，放过来放过去，不用看，用听的。哦，他对。 哎，阿嬤，东西嘞？东西在那边的箱子啦。阿嬤都把东西放好了，都整理好了。啊，没有啊，是没有东西啊，空的。哎，我投陷阱了，有人拿走了。快点啦，阿嬤，我放回去了，我投陷阱了，看有没有招怪。好，去。我想丢个毒药给他们喝。我刚丢过了。阿嬤莫名其妙一直被人家。哦。 妈，我放个广告。哎，我要怎么离开？离开哦，离退出最舒服的。阿妈一直被人家哭腰啊！我的天啊！阿妈东西啊，有在箱子哈。阿妈要照顾很多孙呢，你怎样？嘿，外孙都爱小狗，你怎样不？哦，真无用诶！哦，恶心治疗。哦，迄一个外孙哦，就爱食迄哦鸡排啊，一个外孙会食空吧哦。 我都唔知要安怎煮饭啊！夭壽，一个差杯公要食空霸饭。现在是普益帕啊，他们站好远哦，他们在2号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看，嗯，哎，监视器冒烟了，不能一直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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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一下，一直看。我在试怎么用陷阱。要教你吗？你会了吗？哦，大概懂了，大概懂。对，它那个它冒烟是不是会坏掉？还是会啊？用太久就会坏。没有，还有三个等。 冒烟一级，要不要更换他们的位置还是毒气啊？我觉得可以就好了。毒气啊，毒气，先毒气啊！他们电箱在那边用毒气的话，他们要升级什么都要过去。对啊，先这样。一楼啊，没有。一楼没有。他们在二楼。那就更换吧。大屋那种，除非换到一楼啊，换到一楼他们就完蛋了。对啊。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可以再按一次嘛？对，一段时间。那要换位置吗？ 我觉得可以换啊，可以换个位置啊，可以换哦。反正现在大门外碎啦，大门外好远哦，好爽哦。啊，再给他锁个门，再给他锁。而且他们一楼还在里面，他们一楼还在里面，有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可以啊，锁在里面可以，因为外面没有窗口爆掉。对啊，外面没有窗户啊，对啊。那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监视器，先不要看监视器。OK。好，等50就可以。他们出去了吗？他们出去了吗？ 还没，他们在里面。有了，强制上锁，他们全部都在里面。哎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，看一下。3号。他们要往一楼走，可是他们现在走下去都是毒。对啊，他们都在1号的那个边边。哦，他们买那个房哦。我听到啪啪啪的声音。走下去了哦，看看。他们是在2楼的那个楼梯的斜坡。对，他们走下来。哦，下来，他们下来了。对。 那看6号监视器，他们应该看得到他们的吧？还没。哦，狐狸怕。看一下6号，6号没看到。6号没看到。大门外，怎么这么刚好啊？锁在大门外，然后锁门，他们要哭了。2号也没。行，这怪物现在都看不到，真的。嗯，没有吧？ 心理作用没有吗？好，这是心理作用啊！你就阿嬷啊，你就怕人家饿啊！啊，就是阿嬷觉得你饿啊！对，一回到家后就来吃饭，有吃饱无？吃这个。嗯，阿嬷都吃饱啦，无啦，你顶腰唔敢讲吼，来啦，吃啦！一直喂，狂喂猛喂！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真正就好吃，阿嬷就专讲喂你买吼。哎，躲在哪里呀？他们？哎，外面在，我觉得应该是2楼小房间。哎，我们5号、6号是在照同一个位置。对啊，应该是没碰到，所以就在同一个那个。一个比较近，一个比较小。 1楼也看不到，那是躲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吗？因为他们出不去啊，他们在外面。外面了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有，他们到了。他们出去换东西了啦。他们在5号了。该召唤点怪物给他们玩了。可以了，可以召唤了吧？你叫狗狗。我们的劳工们很努力在工作，让你们对，让你们召唤。我召唤。你们还有东西可以拿去换那个坏坏的东西。 嘿，你全招那个？我们没有那个猪哦，猪比较分身，感觉很蛮强的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狗跟猪也都是前期还蛮。没猪猪啊。猪。对啊，好可惜，没有。我们没有猪猪可以用。对，没有，想等跳。什么有怪物图鉴？跳跳也蛮麻烦的。哎呦，开始倒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倒了倒了。然后他们四散了，四散就比较。飞剑之流。 飞剑治疗，哦，飞剑治疗要才换一下。有了，我放恶心了。好，我恶心巧克力了。他们要崩溃了，苦力怕。他们全部站在那边。有然后人体变形吗？有人体变形吗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进去啊。下去报仇吧，打那个刚带着你的头的那个。我不知道刚带着我头的谁。你们像是干嘛？杰克是杰克。 是按右键吗？还是 Q 出去？右键。都是右键了，没有 Q 了。哦，现在都是右键。好，嗯。要不要顺便让他们不能跑啊？好啊，可以啊。等80，让他们不能跑。很残忍，太残忍了。哪会呀？他们只会对我们残忍好吗？我们刚没有在房子外就是了。对啊，他们其实我们刚他们用的，他们下去吧。好，有禁止了啊，3分钟。他们要哭了。刚只有3分钟，我怎么觉得刚那个劲跑超久了？真的。有啊，他们都拉起来了，人都拉起来了。看怪物资讯。努力把它喂起来。有。啊，太白痴了。70。甘蔗很饿哎。快点，跑掉。帮我跑起来。诶，他们现在人在哪？他们跑去后院。后院我们没有放监视器。对。尴尬了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吧。毒气消失了，他们可以。 他们可以回房子了，然后再放一下子。哎，我们可以再换电箱哎，还是先不用？看看吧，先等其他按钮恢复以后，我们一次看怎么吧。组合技，对啊，组合技没问题。对 ，QQB 啊，它其他的什么时候恢复啊？看一下，它上面有写吗？有哎，我们蹦回来，魔法。 他一段时间魔法，你跟我讲魔法，毒气还要上面有写吗？那么快点啊！有写吗？我毒气应该要有了，这要不要之后加在那个旁边的列表里面 ？OK， 倒数时间，对啊。 那我要再放一波怪了哦！哎呦，哦，有高等的怪可以放了。什么啊 ？Human Brain。哦。我放个20只。好。20只。被打到迷迷毛毛哎！直接召唤。他们都在外面跑哎。那因为他们还锁着啊，房子还锁。对哦，房子还锁。哎，房子还锁着。对啊，还锁着。他能不能把电箱传进去？ 可是没有等，但是他如果等一下刚好就那个解锁了嘞，没有不会解锁，不会解锁吗？不知道锁门这个等下可以再直接再按啊，除非就可以再锁。像比如说你们变形啊，你们去靠近那些铁门，他们才会自动解锁。哦，然后他们要消耗那个开门的那个才哦，所以就是永远都不会解锁就对了。我想说刚刚那个门被解锁了，有啊，他们刚刚有一个人靠近啊，他们就解锁，所以要把电箱传进去吗？反正大机会传到房子里。二楼也会。对啊，2楼可以跑进去。可进去的话，我们比较好弄它，监视器都在里面啊。也是啦。我觉得是可以换进去。传啦！好，换吧。1楼后门。 哈哈，也是在外面，还在外面呢。没有啊，没有，里面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。哦，我们刚刚那个，哦，我们刚刚那个3号监视器吧。哦，对，一号。哦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跑。那边我们就可以丢陷阱了。我刚换了中毒跟不知道什么鬼，忘记了。中毒还没出现。那个你看那个使用点哦，中毒在倒数。 倒数不是那个啦，飞剑药水。哦，你要让那个监视器丢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你可以放让他那个啊，就是他们有经过的时候让他。哦，缓速跟中毒啦啊！巧克力一直在3号监视器一直按换道具，不知道换什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1号监视器啦，然后你看一下他那个门。看一下。因为他是狂换东西，嘟。啊，他解锁，他在解锁，再帮他们锁起来，再帮他们锁起来。 2个人进来，我要使用陷阱了！啊，3个，可以，使用陷阱！哎，快去丢陷阱啊！我放了！哎，一起冒烟！我一解锁呢，我就中掉，笑死！开了，马上把它锁起来，马上就锁起来！哎，门开了吗？门开了，有没有关喽？分隔两地。 可以，笑死！哎呦喂！我找狗狗，好，有，他杰克好像在解门，对，在解，对，哦对，然后他站在门边，太白痴！他解开了，嗯，没得锁，超好笑。对，这招锁门再加上那个变电器，然后换地方真的很强耶。嗯，超好笑。嗯，刚好我们换到一开始就换到外面。对啊，一开始换到外面，两次都换得不错。对啊。锁门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哦，假如你看到可能有一个人跑进小房间来锁起来。哦哦，还可以进小房间啊！这在小房间里面很痛苦，什么都不能。在小房间里面最痛苦，而且还要没有窗户了。哦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出发？是一直变身啊？那个快了吧？啊，要了。对，那两格。你现在要先去玩，也可以先去啊。对啊，我们是都没有去啊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没有人特别跑去玩。我等下是不是就不用管我的孙子们了？就让他去死。孙子，等下开始变那个之后，你就不用理他，让他们全部饿死就好了。哦，哎，可以嘞，终极变形装置。好开了吗？那可是哎，终极变形装置是开了，最右边，紫色的啊，开了，大家可以去了，就大家可以去了。有了，我是点不下，快点，我投放陷阱，我是，这是啥？好，诅咒他们。燃烧之路火球，快点！他们被捕兽夹到了。好，雷射。蜘蛛，按到箱子。他们中毒了。反正我们可以一直变嘛，一直变啊，狂变猛变。他们在那个小房间，可以从小房间另外一边看去吗？我要从另外一边过去。好。有我缓速他们家中毒了，冲！冲！狗狼嚎是不是一中毒啊？对，狼嚎会中毒。对。喂！哇！哎呦，肥！不是什么，哎呦，我又停不下了，哎呦，怎么又是岩石的？哎，我下不来哎，跳下来，跳，哎，我悬浮哎，我一直悬浮是什么鬼？你岩石者啊？烧起来了！你是蜘蛛啊？哦，你靠近墙壁往上爬。可是我刚刚说一只那个，哦，伤害守卫，雷射。 好，我要去楼上弄了。右甲。我是蜘蛛。哎，我现在准备打死了。喂。什么下？苦力怕因缺乏养分死亡了。我只要一瓶咖啡，喝掉。 蜘蛛因缺乏养分死亡了。啊！你好骚！收起来！统统收起来！味道是。哇，味道是好强哦！我要是电死者是一样。他们怎么不会死啊？上去。嗯。哎，我们那样有人死回去的时候，可以顺便看叫一些怪的。 我在叫，有人在叫，还有剩一些就是输出。味道是啊，通通修起来啊，所有人都修起来，修起来，中毒。啊，倒地。他们开始有突破点了。啊。喂，看一下。有，杰克杰克没有救到人，有露米被救起，我被救起有力量。 挺痛的，没有回复。喂，身上蜘蛛，快跑啊！哦，第三个饼干吃一下。哦，团团落单，他在大厅。喂，又是狼，碎啦！不要当人啦！ 九不当人啦，味道师来了，在哪里？好偏远。躲在那个角落，哎，就是蜘蛛。哎，怪物，你不要躲在厕所了。有，这边落单的，落单团团。有团团在客厅。眼食者。眼。哦，那个哦是谁？我啦，那中毒啊，很棒哎。 哦，倒很多刀，哇，这个倒很多，趁这一波，快走！又是狼，连伤狼嘞！劝他们剩下的人，被动技能咬大腿，哦哟，咬腿飞这么高，小 K 为什么会飞起来飞这么高？对啊，铁魔像吧？哦，对。 啊，这谁好骚？怎么不会断腿？哎，走到哪里？结束了啊！哇，差一点，还是不错啊！我让我的孙子全部死掉了，好像死光了，输了，没关系，可以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还行。跳，哎呦，摔下来。 还没上来啊？对啊，不知道，嗯，哎，你们前期都不晓得要怎么弄你们，然后你们前期都几乎没打。你看我们前期不是一直死，我们前期也在赚钱，我们前期完全没有在用你们哎，你们在死的时候我们没做任何事情哎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什么都没做哎，我们一直在撞你的店。你们前期有很多安德打你们吗？我看有捕兽夹，然后又放中毒。 对啊，那个之后呢？那是后面吧。一开始都没有，你们开始死的那时候，我们全部都没有。我们都在，我们在当奴隶耶。好几个苦力怕突然蹦出来，突然冒出来，吓死人。对啊，我有时候他们也太会放了吧？然后趁我们有点倒的时候，又来很多那个安德怪，然后好难打。结果原来是自然而然生成的。对，自然。我们打不赢自然的怪，但是打得赢你们。你们最后谁是狼啊？是臭狼！哇，好爽！我连三狼哎！繁星一直叫，一直叫。你就在外面一直吼。阿鲁一直关门呐，我真是开门啊！我说你们别再去那里，他一直在那边吼啊！你们使用甲板。哎，对，那个小雨，你当那个拿盾牌那个斧头可以用啊。 飞斧你知道吗？哦，飞斧啊，我也有啊。啊，我刚刚看到你讲说拿着斧头攻击更高。啊，一直拿斧头打我。那是我。哦，那是包包。对。因为我的都用丢的，全部丢完了。还可以落单啊，熊猫团团。哎，那客厅一个人啊。我在那边一直打你们一个接一个来，你知道吗？骨折个屁！跳一跳就骨折啊！跑酷跳一跳就骨折，跑酷跳一跳就骨折。你骨折了！真好笑。哎呀，我一发现他那个锁门好像有一个 bug， 就是开锁。我原本有3个开锁，然后一次就消耗光了。哦。然后刚开完，然后又锁，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？ 那个是我们故意的，我们看着你们，哎，开了，哎，他们开了，哎，这把手钱，你觉得有哪个有弄到你们吗？哪个弄什么？换电箱啊，或者是毒啊？有啊，还好哎。换到下面，一开始是还好啊，就感觉好像都弄那些对你们好像都还好，嗯，放罐也弄不死，对吧？完全只是靠最后而已。 最后一波死的比较多而已。嗯，最后一波在外面，猜看啊。啊，好。哎呀！游戏时间是不是有调？我记得之前玩都玩超久，现在时间很棒哦。差不多。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一开始缩短2分钟吧。一开始缩短2分钟。 哦，今天的时候玩到10点半，10点半，换厕所，广告时间，厕所。20干嘛？可进了，可进啊，那个有啦，20说的手枪，我觉得真的有变强，手枪很强，好用，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不要买，不要买散弹，散弹真的就是要超近距离才有用啦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散还是不错哎，嗯，我觉得手枪可以打复数的怪。刚刚有一波你们。 不晓得是你们招来自动啦，就是有5、6个那个斧头兵，然后我一枪他们刚好全灭，哦，就刚好招在旁边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一枪，哎哎，怎么全都消失了？哎，很爽。因为手枪大概射那个盾那个什么斧兵哦，大概射到头就1枪1个这样。哇，没有射身体也是。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只是我刚想要有爆头吗？我只是想要表达有射到头而已，20。我知道很厉害，我有设定爆头系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设定这么厉害哦。啊，那我觉得应该要设定一下的20。要暴击成个那个嘛，1.5倍啊，2倍的热度哦。好像有点难哎哦。那我们再来咯。 好，飞机分队，分 H3， 换一个人哦，对，换一个，换 OK 吗？还是要换更多？都行啊，那就这样咯。好，好，自责，拜拜。所以我们就把谁换过去啊？哦，杰克，哈哈，对啊，你笑什么？ 然后把小雨跟杰克会互换，你为啥笑那么大声？对吧？一开始是监控者哦，你说你为啥笑那么大声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很在意你刚刚那个笑哦。要不然我哭，呜，那你为什么哭？你不知道哭，就是你在哭，你想跟他在一起啊？你们很难搞，我们就难搞好不好？哎呀，开始了，我们是那个。 继续刚刚的那个吗？哪个？先闪电。我们闪电。哦。监视器谁放？我们刚刚发生意外。给你放。哦，我放吗？好啊。对啊。放了没？我要升电了。我放第一台了。所以电池都在哪里啊？ 在哪里？箱子？什么电池？什么电池？不是会有电池在箱子里吗？电池不是在那个吗？行动电源。哎、欸，你不顺便拿人员？好，我想说，先慢慢的闪电。啊，这里没东西。嗯。 你动电源不是在那个吗？电源的箱子里吗？哦，它是原本在那边呢。哦不，你踩什么啊？有啊，有电不是吗？我没放电池上去啦。右边有电啊？哎，没有啊。那个电池怎么会有电？哦、你是在踩心酸的啊？先踩嘛，先踩当运动。当运动啊？干嘛？没有 ，OK， 没有，转上。 1、2、3室内，4、5、6户外。好，你们要不要去买奴隶啊？感觉奴隶比较好，还蛮好用的。先把充电效率升高吧，升高啊。然后最后再买奴隶。杰克表示我没事做怎么办？嗯。等下跟你换啊，我等下去喂。 好，勾嘛，箱子能源都拿完了哈，拿完了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刚刚在开箱的时候看到里面每个都开，然后没有拿，我会担心啊。嗯，还在找东西嘛，找行动电源。哎，所以行动电源是放在固定的地方吗？是这边的箱子啊。嗯，我觉得它不是有2颗都放在这里，对吧？ 就那个箱子里啊，真的啊！我觉得可以故意就是一个放在有能源的那边嘞，一颗要找，不找不行。看20怎么决定哦，看20怎么决定喽。哦，没有啊，之前有人建议就是另外一颗要买。要买，用电量买哦。不用电量，就是用那个威士。道具。哦。可是感觉你要看。啊，就是我电够不够啊？先升一下吧。 先升一下，有杰哥换你去，我来喂。好，升2阶，换你去我的跑跑位置。你是跑跑，对，我是跑跑。这里先升1阶。我记得你上次不是有个很猛的方式吗？不是我吧？不是你吗？这个没有很猛的方式啊。记错了没？捏扑。 别扑！哒哒哒哒哒！然后你要吃啥？吃啥？爱吃菜哦！哎呀，吃菜哦！然后今天你吃菜哦！电池满了，休息一下，有剑，快点！有人啊，你为什么拿了不走？我不拿，我没有，我不会拿，那你进来这边干嘛？对，我有没有想要帮忙？结果看到我孙子饿了，我就赶快跑去喂了。滚出去！你们很坏，我就坏，能欺负阿嬷？对啊，阿嬷很难过。 我最讨厌倚老卖老的人，怎样？我，靠北啊！哭吧！你没有看到我们都在努力吗？有啊，对啊。有哪一个说我不想努力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家都在努力的做事啊！电池满了，休息一下。巴黎。 不用 shift 吗？有啥 shift 啊？你腰不太好，还是你的腿不太好？我应该是腰不好。我卡腿不方便，脚所以腿脚不方便，主要蹲着。冲到那个系统里面的电升级到最高了。哦，好，满了，吃满了，20。 在忙吗？20在发呆。他在点右键。电池满了。哦，20。那你知道到底是谁知道了哈？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哈。好，都升级满了。现在就是等那个了，真努力了。隔壁怎么爆？一定要爆炸的声音了，隔壁爆了。那交给20去破壳了。交给20破壳。不是破骚扰他们啊，骚扰他们。 20，你可以的啦。啊，我哈屁哦！哇，你看，哇，凶20，不要坐着生气哦。20，不要这样子，我错了。我把你踹出服务器了。他要把我变成怪物关在里面了。好了，休息，满了。 咦，奴隶在哪里生啊？你告示牌啊，就旁边的灯啊，在我们店房的灯这边的灯。感谢召集留言。哦，看到了，拜。生日快乐！开始关麦。也感谢。快睡着了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人疯狂在蹲。20吗？对，用监视器吧。20在用监视器吧。来观察。放的位置还可以吗？还不错。对，先升那个奴隶啊，升个有了，升了。哦，他升这个最难的。 最麻烦的先生啊！对啊，电池满了，在走了。换了。阿嬷在混呐、啊，阿嬷把这么多喂饱了，什么这是我在混呐、啊？他们先睡午觉啊，你在短线上啊。可巧克力没有饿啊，哈基也没饿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应该送他了。他们刚刚那么饿，怎么这场没有？嗯，满了，代表了，就满了，那就代表我们要来放怪物了。铁巨人呢、欸？不是啊，现在放怪物的话，我们没有奴隶可生啊。对啊，对，满了不行，那我们要先雇佣奴隶。先囤啊，囤大量一点。哎，安德是我们可以放的吗？哎，这一批没有。 你这批没有啊？所以你们上一批有，对啊，嗯，要他跳出来才可以放。僵尸好饿哦。嗯，这批还不错啊，有猪有铁巨人。嗯，我觉得小猪真的是很烦哎、欸。小猪前期真的比较烦。那、你刚刚那一场有小猪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刚刚那场没有。杰克也没有。我说杰克啦。哦，我没有注意、欸。 因为我刚刚都在喂小孩。哦。哦，你看你刚刚是担任阿嬷的角色，对吧？啊，他们的什么产物啊，全部丢给团团。哦。好了，我们奴隶都生完了。哇，那可以开始那个了，开始先囤了，再搞事。 先囤再搞，你还把这个动画做出来？对啊，我说把那个、啊、奴隶产变的过程，哇，他们砍到一楼去了哎、欸，哎呦，哇，我觉得是太轻松了，是不是先把他们的强化箱搬走了？先放毒再搬呢？有没有？ 我就独家门，然后再搬走。对，50、70、130、130、210哦。嗯，那禁止跑步有算进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多少？那多少？禁止跑步算进去290了吧？对啊，290、300囤啊，先囤啊，一波带走，等下一波带走。啊，不能！传播包鬼。 包鬼效果一次全来，我看你是很会卖东西哦。当然，你看他轻松生存，一直杀价，一直杀价，一直杀价。不是他是不是他是在买东西好吗？就杀价啊，他也会卖啊，拜托。要好会杀，要会杀价才会卖东西啊。OK， 啊你也结果还是有人没有买啊。没事啊，我最后我都收到啦，我收到啦，我只有差，收到就好啦，收到就好啦。啊，一个食物哦，一个疯狂买石头啊，一个是疯狂买防爆券，因为他们出安德了。哎呦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一直交换啊？就等到快没电的时候再换吧。对啊。 因为现在产电速这么快，只是你有可能会一直跳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，看谁先受不了啊！我还好、啊，他们觉得多远，看谁受不了就去换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快可以来一波喽！可以，行啊！你怎么不是先拿电池再来这边？哎，小雨到了，应该先拿100%的过来，哎，有没有？哦，嗯。 电箱我们最后再看有没有需要换吧。嗯，我们就是前面那个啊，锁门那个放了。哦，看到啊，要来咯。哎，这个时候锁，哎，嗯，不对。你说怎样？这个时候锁门好吗？你是觉得可以还是觉得不行？因为刚刚看到有一个人被，可是他的窗口。嗯，好，不管了，锁了。好，锁门。毒气。毒气是在哪里啊？房间。 没有，他里面会讲1楼还2楼，看完等一下往哪里靠吧。房间是就房间就是那个小房间对不对而已。对，就很多小房间那一区，1楼跟2楼都是。好，你这样刚好全部锁起来了、欸。哇，我们人真好，我们把毒气都封住了。那变电箱再换呢？好吧，变电箱换呢？如果换到小破屋啊，外面小破屋是不是被锁着啊？哎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对，他们要解，他们要解哇！哦，我看到了，你几号？5号。5号，我看到了，比较远。巧克力在那么高哦，5号。 后面的小破屋，哦，他倒地了。他在小破屋里面吗？里面。哦，那我要放小猪了，我要放小猪了。然后6号你可以看到他们门还没有解锁。嗯。哇，他们现在不能升级装备啊！你的小猪都在，哇，好猛哦！看看5号，小猪都在游泳啊！ 然后因为我刚讲那边类似无敌点，因为那边爬不上去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，他2里有没有要修吧？那个点有，上面有那个神怪点。哦哦，有盔甲架啦。就是刚刚那边就是，假如从底下深层的怪物基本上摸不到，或者是远程。哦，不然就是你要在上面放一些什么。 中毒之类的，那种炸弹啊，或者是中毒，炸弹啊，中毒啊。你为什么要重复一样的话、啊？我就是就想重复，就想重复。好，不能再凶你了，我要被靠北了。我刚刚只是疑问句而已，哈？什么干嘛？知道啊，知道啊。我要澄清啊，不然又被靠北。哎呀，我跟你讲。 这样把内鬼给拉那个没有？开始有没有？有人讲说阿米狗里面有内鬼，我就不相信。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有没有看过《死亡笔记本》？他们就是分地区有没有开始播那个 L 的那个实况？太痴哦！好，我现在抓到了，就是我们这一群里面5个其中一个哦，这样子。6号好像是在门，哎，他们都在外面哎，对啊，他是不是有一个门已经开起来了？我看一个门开了，对，所以他们现在要升级是可以进去升了，可以。谁在锁了？再锁一下。哦，转灯倒地了，现在开始各种倒了。巨人，救我！白痴哦！ 哦，又肚子饿了，又肚子饿了。哦，阿嬷有在喂啦，阿嬷有在喂。可是小屋那边好像监视器无法投放到那么远，太远了。禁止奔跑结束，要瞄准的够准哦。嗯，最远距离差不多400个，400个，我的天啊！所以要瞄准。 关灯没啥用。关灯不要，这是影响人家那个。对啊，画面。哦，对哦，它是不是黑暗啊？我记得是失明吧。哎，我炸到你小屋了，好猛哦！关灯不是失明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失明？修掉了。修掉了。那现在是什么？就那个电箱不可以用。哦。 不可以用，不可以用哦，那就用啊！关灯是电箱不可以用。对啊，他们下是不是升级的那个是电箱吧？底下电箱，对，底下那个。我忘记底下那可以干嘛了，底下那个是。我看到有升级东西的，什么 AOE 清怪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哦。哦，那个也是等级要去那个的。没看到他们嘞。 巧克力还在5号，他应该真的，他就在那个啊小破屋的外面，5号看得到，我看到了，哦，他们在那边啊，他们玻璃破掉了，啊，等下又可以再换一个位置啦，丢水，手动，再招一波怪咯，行啊，248，小猪进去了，可以锁门了，锁门了。 可他们是窗户啊，哦，他们用窗户修进去了，所以再换位置吧。嗯，先换位置，还在 CB， 先换位置，在 CB。毒气是不是很慢才会恢复啊？3分钟吧，8分钟左右。8分钟 CD 8分钟，毒气消掉了，再加3，我记得是5分钟了。哦，僵尸炒大肠。嗯，哎，左一为什么你打字都要我审核过啊？左一你打字一直要审核过，哎，为什么你那个斜线不要一直打？希望电箱看在哪里啊？一楼厨房。那这样可以，哎，一楼有，哎，他们都在一楼了，靠腰。 啊！丢毒，有的丢毒吗？毒还不能丢。他们全部在1号，可以放一些就是我按的白痴哦，按到。然后过去没关系啊，你就变你去用。去玩啊！刚切。现在差不多了啦，现在可以去玩了。现在可以去玩了。我就变一变啊，去骚扰啊。 我捕兽夹好像现在还好，算了。你们要不要两个人体变形啊？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在一楼的下面，大厅下面。嘣！僵尸！轰隆！冲！引擎发动！又看太久了，他又要烧起来了。轰！发动速吸。有在看监视器，里面有那个中毒钥匙，看有没有兴趣想丢的。不早丢，可恶！我刚丢，就他们一直走散我，没时间丢。可恶！ 僵尸味道是，我可以一起去玩喽。好，可以啊。你好，什么呢？烈焰使者，不错啊，你可以烧，还蛮反的。小猪你哪几家啊？哦。所以冒烟会多久消失啊？是它不会消失，它会冷却。嗯，有几个跑去2楼了。我死了。你死，你死了。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 哇，1起2哎，这3个怪物是怎样？讲好的啊，讲好1起2，讲好1起2，有毒气了哎！阿拉，2楼哇！雷，我们的运气很差哎，哎，好惨！这场没有像刚刚那样了。嗯。 哦，人体变形2个都开了。你去啊！我要照顾小孩，你们去啊！啊！我才刚进去监视器就冒烟了。太久了。哦，肚子饿的声音也太可怕了。好啊，中毒！哎呦，错，快要大家一起去了哦，叫一波怪了。可以啊，可以等那个吧，一波的时候吧。在最后吗？对啊。好，一个几分钟啊？上面的那个一个什么？上面的2格啊，好像剩2格吧。两格5分钟。 2格5分钟，10、15、20，对，行啊。时间管理大师，监视器等级消耗电力，监视器的消耗电力又减少消耗，嗯，中到了。你玩什么？什么？中毒。哦，你各种买中毒。哎，然后就是饲养那边啊，有办法加速吗？饲养他们饿更快啊，有点慢。材料有点少，对啊，会很无聊。嗯，饲养真的很无聊。对，饲养很无聊。上一局我的心得很无聊。 有啊，然后火药跟哎变形去吧，走，一起去。有人我招，我是狼。好，你是狼，我是烈焰使者，是台守卫。进去，不要这里烧。你中陷阱了，讨厌。哎，我去二楼还会被堵哦，好扯哦。 我都招了，我能招都招了。好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禁止奔跑啊！等一下，时间还没到。哎，不行，不能上二楼啊！我上二楼我就直接毒到爆。呀！又是剩他守卫，我不要剩他守卫。太多身材守卫啦！把他们有办法把他们箱子换走吗？ 等一下吧，还在跑，电力还在用。冲啊！铁魔像。我这狗狗一直叫，但差很多哦。是快乐狗狗，是强很多。 我换位置喽。好。大雾啊！还有人活着吗？你按 tab，有哈基。有人被救起来了。哇！就全部一起拉起来，好扯哦。就那个啊。 时间到了、啊，没有，他是被拉起来的、啊，不是只能救一个吗？还是蹲在一起哦？电击器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用电击器，他没有那个电箱来全部复活。电箱哦，啊，我是狼哎、欸，可是电箱换你好了，耶、yeah, ！我要躲在旁边好了。哎这毒气怎么会毒到自己啊？他的吼是多远啊？ 二楼的毒气，毒到鬼的自己人呐！对啊，毒到自己人。对啊，你说电灯可以用哈？肾上腺素能干嘛？加跑速。哎呀，不是啊，这自助爬墙很，我只是进个门哎，我只是进门而已哎，很肥哎。我进去了。好走，狼哎。 马上打离队友！啊！哦！铁魔像！哇，狼人的几率真的挺低的。不会啊！狼人真的强啊！哇，我拿到2个雷射，2个诅咒，哎，好爽！我连续抽到深海手，哎。 味道是，他斧头丢出去多久会回来啊？还是不会回来？会啊！我黏住了，那个冷却。这爬墙真雷，我快气死了！不要乱飞，我们要爬。这听到没有？好的。还是碰到哦，我还是碰到哦。马上修，不是马上，下次修，下次就修好，下次修。他们嘞，就是都一样，在同一个位置。对，在同一个位置。冲啊！我们甚至时间不多了。烧死他爸妈！吃了啊！味道是？怎么每次复活都在这么远的地方？我也是啊。哦，我只有中一次狼而已，中一次狼而已。嗯，最后了，最后了啊！没了，马上来临，感觉感觉不够啊，没有很多。 啊，不过还行啊。哎，太饿了吧？我刚剩一个哎，蛋糕有蛋糕，没了啦。蛋糕只有一个啊，可以吃。他一直刷，还虫子。哦，真假的？我觉得蛮饱的。我还会虫子哦，你这么聪明啊！店员喜欢你。会讲会讲，你太。 华裔哦，我真的觉得盾牌还好哎，盾牌买一两个啊，我不要买，我不要买，手枪比较有用啊。我来盖看门好了。为什么小雨还是死亡状态啊？监控啊，小雨坏，监控啊，在装监控器，我的监视器，抱歉。 5块，我还要少买什么吧？嗯，哦，我看我没买近战的，靠腰，我没钱买近战。哥哥，帮你买一下。你要买哪个？我帮你买个磨刀手啊。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买斧头就好。斧头。好的 ，Thank you, Thank you。跟我刚刚一样。我刚刚想到，哎，好像少买了什么。是牛排比较赚，还是那个面包比较赚？面包。 面包，因为它1块，然后可以吃。你跟牛排比，你大每吃2块面包，但是牛排就是吃的，吃1块等于补很多啦。啊，20，嗯哼，你的手枪子弹跟手枪可以摆在一起啊，你这样放真的是会让人家误会呢。哇，对啊，他这讲话看起来好像有点乱乱的，然后很。 各式各样的，哎，了解我哎，并没有。可是正常来说，商品都会放在一起的。对啊，嗯，好像也是。你看你枪，你看，不要紧，下一次马上修正。你省4块钱，现在下一次就会有人买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多200块？你要4块钱，4块钱，4块买面包，买面包了。他买牛排，浪费。 啊，牛排好吃，不好吃。OK， 我们我这次感觉没买什么东西，我等下来订木板。木板是放在副手啊，主手拿那个锤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蹲下右键，不用右键，看着就好了。不用看着就好了。哦，我记得啦。问作者啦，好的，作者是不是？作者说话啊。哎。 什么？直接木板啊，木板怎么定？讲话，讲话，恭维啊，恭维啊！下面先听吧，下面先听吧。下面听吗？我只有买6个呢。啊，你只有买6个，好吧？我想说，我们就好像听到啪啪声。那钉上面这里吧。哎呦，看着吗？是看着了。对。 蹲！哦，还有医疗箱哎，我有三个定哪里？啊，定下面还是定上面啊？3个，他们就是小房间的窗。我们那个这个有窗吗？这个没有。小房间吧。这里啊，各2个。 你要想哦，如果你定下去的话，被锁门，你被锁在里面的话，对啊，啊，那我先定，我定一个就定死，然后一个就留一个，对。嗯、然后我另外一个，我剩一个，等缓再放。就一开始可以先在外面稍微练个等，对啊，正在，嗯，僵尸嘞。 有没有挂啊？挂！房子里面有没有挂啊？没有，屋顶看一下屋顶吧。苦力怕，你干嘛？苦力怕吧，帮我打哈。嗯，好，东西我的，谢谢。又来了。哦啊！哎，太近了。那里？你在哪？我在厨房，有人救吗？哎，苦力怕也太耐打了吧！我刚刚连射了3、4枪都没死。 太久了！苦力怕，也有苦力怕。有僵尸，最喜欢僵尸了。米包，手甲。上次苦力怕，杰克上次有苦力怕帮我打，他看我。你跟我说在看，哎。 不是他刚不是看我吗？没事。很坚持那只哦，有了，他动了，他走过头了。圆圆小猪，哪里？我跟圆在外面，小心哦。 好，都你赚经验啊！好啊，没事，我们刚刚那一场也是，可是他就是可以那个啊，可以帮忙父母、啊，可以帮忙父母就还好，对啊，反正就是都给帮我付啊，这样子啊，就一个人硬起来啊，又不是我吸的儿哦，哎、欸，小房间有猪，好，给你，开心了吗？也要散弹枪吗？这有多少散弹枪？哎，猪，野生的，好，看来不像野生的，不可能啊，应该是野生的，因为他们应该也是都在赚钱积钱吧？野生的，对啊，野生的啊。假如是他们丢的话会提示，哦，有怪物来袭，这样吗？对，哦。 胸甲先升级，铁胸甲，铁捏捏。哦，我的发！是。很急。哎，你旁边还有一只哦。嗯。小猪你也太急退了吧！大门口还有一只哦，小心哦。嗯哼，把它吸进来吧。火柴可以干嘛？火柴那个就是燃烧剑的效果。 然后你被打到的话，你也会烧哦。不要，那我不要用啊！你想哦，我那时候就是好像忘记哪一只，我就是拿了他们的火柴，然后狂 K 他们，哦，超爽的。哦，救命！我来了。但我不说讲是可以夹怪物的，还是不行？夹怪物的？不是夹人的，你忘记你上次捕兽夹哎，捕兽夹哎，对，这个上来啊！哎，你们下来，楼梯旁边。 好，小猪太多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先把胸甲升钻石，然后伤害的高度就是手枪的速度。好 ，OK。好，我弹夹。他是迷路吗？迷路。回跑！啊！直接倒。 B O， 苦力怕，楼下还看我，好这小，还有2只哦，一个看20，一个看20，一个看我，那个看我，好啊，今天都给你吸啊，怎样？没有吸一下嘛，心结了，没有心结，怎么会有心结？我弹夹剩13个。 好，我们了。我差一个越低了。13个等于138。感觉他们要开始那个大门屋啊，过来先喽。哎呦，都是安德。哦，大屋外哦。小猪人。走啊，走走走，往一龙前进。哇，好棒哦！按着，按着快，按着快。是是是。哦，2020。哪里？哎，苦力怕哦，苦力怕哦，苦力怕，走廊，苦力怕，走廊，苦力怕，走廊。 外面安全，谢谢。哎，小猪降下来了，又来了，安德，安德快，安德快，安德，猪来了，猪来了。对，我帮你解决掉了。哎呀，等一下了，我在升装了，等一下了。我打不到他。这里，哦，转哦。然后你回头扒了 Bobo 那个，哦，有那个音效。立即救援，需等级120，哇，就这个哦。 对啊，怪怪怪！来了，那直接全死，直接全死，直接全死，送分的，送分的，没有，还有另外一边，小猪很多，小猪很多。哇，你怎么打下去全死啊？你散弹啊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我不是散弹，我不是散弹。哎，还有小猪打2020，也不是谁？不是在看这个，到底有没有打到啊？ 比较硬啊，他本来就比较硬，不是吗？不是，这有点不一样。哦，送医疗箱，难怪。哦，他比较重。对，那个这边要反弹枪子弹，谁要？哎，快！我突然发现一个 bug。我要死！什么 bug？ 传送的会传在同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哪一个？ 你吃金斧，这医疗箱，我有，你拿，被捕兽夹夹到了，完蛋了，快用掉，快吃，不是，空拳打脚，有，你们看我，看你这，哦，对了，可是就是跟刚刚一样啊，他们哎，狗粮。 哎呦，不好，原来是最新 bug 点啊 ！bug 结束了，可是他不会从旁边爬，没他们那里上不来啊？请问有甲板吗？我有，有人骨折了，我有，我被飞天了，感谢。刚有没有小枪子弹？我给你啊，我给你好了，好像都掉散弹的，对，都是散弹的。小猪来了，小猪来了。 有人散弹吗？我捡到，还是没有。散弹我刚刚丢出去了。散弹枪哎，但是不是子弹哦，枪我没有，不是子弹。哦，痛！繁星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在打，不然就帮忙打，不然就20在上面就继续放屏障啊。哦对。 我记得有放啊，可是不懂为什么。哦，不行！慢滴！反正你等下盾牌给你，你懂？我有盾牌。等下他们丢毒。哦，等下，2颗给你，2颗。等毒结束。等一下。要会浪费，不要用。哎，跳！死光！后面还有。哦，直接秒死哎，好扯哦！直接全部射完，这样射。好了，繁星，你的装备一件给我，先帮你升。我有经验。我刚刚就是在升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被打一堆怪。哎，好，你帮我升好了。裤子穿起来。好。差一等，太尴尬了。那怪重生点在这，我。繁星，那边，在箱子上面。 谁呀？怎么都只打我？我欠你们多少？看狼人，等下，禁止奔跑，队要爆了！没事，都死了。禁止奔跑，伤害的高度真是枪的弹夹。来袭！都从上面跳下来的小猪，哇！红害到人呢，我的天！他们有火拳哦，没了。好了，死了。 哎呦！中毒！我们就没有跑，为什么？我是被牵线啊！冲！啊！我倒地了，我倒在右边。哦，因为我刚没放到盾牌。哟，那个塔塔们，我在大门一下。好，我要去救宝宝。你可以吗？无敌。 我也是啊吧。对啊。哎呦，鱼在哪？我起来了。我打了。杰克，20了。杰克你后面。我在。哎，不。杰克你后面啊！小心快跑，杰克跑！没事，我吃止痛药，我不痛。哦，我看到。我左边没有。我一个贴在旁边，我往右边。右边什么？哦，看到了。还行啊。哇，我把弹夹打光了，我有125、145等了，我230等。小雨，哪里？好毒！死了，小雨死了。我要来升那个剑剑了。掠夺。哎，铁券，来！哇，完了！哎，我没骨折。等一下，我剑在箱子里呀。 再去拿就好了。哎，你被烧那个，哦，来不及拿。泡啊！我好烧啊！哎，我刚飞起来。嗯，还有一个只要捕兽夹，放着吧，捕兽夹。我拉。你放着，去踩就可以。好。 我没有小枪子弹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弹夹。来，给你，再找。哦，我几乎不用了。你在哪？我在树上。哦，好，你好好照顾好自己。好。你可以吗？哎，你们都不会骨折，我全家都骨折。我又没骨折哎。谁要那个甲板？谁要甲板？我要。来这边。你可以不能跑步哦。影院后面。这边看到我。 对啊，谁吸到了？杰克有吗？我解了。啊，那个有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弹夹 ，OK。哎，有一个跳。哦。哎，小心包往后面跑。有。炸弹。我丢手榴弹。220是不是在你那边？啊？我哪里？手榴弹。 到底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？僵尸哦，原来是僵尸哦！我想说什么鬼？我在外面等级真的高很多哎。你后面？现在还不能跑吗？杰克还可以跑了，我可以跑了啊，那就好了。哎，20在哪？没有。然后铁巨人来了，铁巨人无声无息耶。 突然走路要咚，被还了，哭啊！踢，宝宝后面了，我骨折了！你怎么弄人骨折？来，加班！我要不是从树上摔下来都没事哦，我没事，我刚从树上摔下来没事。你的报应啊，那就是要慢性化骨绵掌。那个20后面，快跑，先跑！有，我现在风力3，对，要爆了！我在树上活着，好好的。哦，风力3真的有，好猛哦！真的好。那个谁，20，出来！没事，有事。你哪有没事？你看起来出大事。 箱子是被移动了，二楼，二楼是有毒，我在打。我记得2楼有毒吗？还是刚看错了？没有，看一下，没有啊，结束了。木将在10秒后释放毒气啊！啊，我防毒，我有防毒的。是哎，2楼啊，我有防毒，我们没有啊，你要自己一个人去啊？我去啊！你去干嘛？哦。哇，可是不行哎！你等下死在里面怎么办？你出来，你先出来，不要落单！过来！我看这么多猪哦。对啊。我想去水流地了。在哪？后面。我们可以去啊！你带路，跟你走。带路。 我现在在一个树上的小角落，好像不会有怪物。水哦，那等下我们死光的时候你还活着，继续走。我跟着有猎神的话，有猎神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哦，我一直被打，一直被刺。水流地。你跑不跑起来啊？你快跑！啊，我被蜘蛛网连着。20，在哪里？20，你还好吗？我跑去水地了。有吗？这边有29个散弹枪子弹，给你吧。哎，有人散弹枪。哦，我没有，你没有散弹枪啊？看谁吧。没有人有啊。没人有。没人买。啊！哎，他！哇！哇！被看光光。水流地那里大家都知道，哇，剩我了。对，剩你。那你就先。 我就躲着喽，你躲着，他们至少可以偷时间，嗯，哇，尴尬，开始监视器人生，他们运气好啦，独木二楼又把电箱轰过去，哎，他们有一个是味道师，我刚刚看到一个人问我，哎，有2个哦。 两个，他们2个都来了，那就期待我们被炸上去之类的吧。期待再相逢。阿罗你好吗？然后一个是巧克力，巧克力是猎神，他爬上树啊，真爬啊。那个屋子前面可以爬，他跑好快，哇，一个杀技。好，我们先爬上树啊。 送你回去，我先进屋。要死我，怎么都是猪？只能说运气很不好啊。哦，想升级装备。 去范围清怪一下好了。好啊。可是，在2楼哎。他有放后面之后。范围清怪，这样你们要尽量靠近的怪物，因为离太远就会清不掉。嗯。我清了，范围清怪。好。 有了，听到怪物声吗？有，现在好一点了。我看到一个人在奔跑，我就杀了他。什么地方？会打死他，送他回家，送你回家。送你骨折啊！等一下，我在修装备。 怪物来！哇，倒在里面！怪物来袭！哇，你倒在哪、啊？倒在1楼。唉，谁还有100等的？等一下可以，我有，我有150。我等下给你，我等下给你面罩。我200。清怪是100等，他们应该都可以来了啦，他们现在应该都可以来了。最后了啊，最后一波了。嗯 我被打了，我被围殴了，我被全围殴了，止痛药，那是没啥药了。杰克，你在哪？啊，我倒了，我在小后门。反正你越躲好，我躲得好，我们死掉可以没事，我们死掉可以那个。 延长死亡时间，不会马上复活。对，这样很赚。你看，小雨在我面前化火啦。林加油！我在你旁边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的树上。哇，我没有100等啊！啊，我想吃赌，直接冲2楼哎、欸。是啊，我竟然还活着。哦，1楼，换1楼了。毒消了吗？有，刚刚毒已经消了，差不多了。3个毒已经消了。就是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！啊！哇！有人在我面前。 哇，盾牌爆了！哪一个、啊？刀吗？刀，对刀。有了，用了。好，应该在房子里面就没怪了。送你上天，看有没有？我在我们刚刚的后门那边倒的楼梯旁边。阿基好像去找你了，愉悦。有人跳到树上在找我，我只是躲在角落。 你躲好，可是你们要进屋，可能要吃点毒，有毒啊！就1楼有毒，后面楼梯螃蟹。啊！我摔断腿了，而且我刀子越来越不锋利了。你没有那个？你没有买磨刀啊？对，用完了。哎，这谁啊？这是谁坏啊？我现在要躲好就好。 我现在就躲起来了而已。小雨爬树了，他们看到。有人开了门，我操！你不会被捕兽夹？为什么他不会被捕兽夹啊？怪他们变成人哦，他们过来的不会被捕兽夹哦，不会啊！在这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 会啊，这里是安全区，完全不会被打。好，繁星躲好。我们知道有2个人活着就好了。来了，拿枪准备射他们。我没枪啦，都给你了。怪物来谁？请乖。哦 ，nice， 怪物直接死哎。哦，2点哦。又来一个，那边都捕兽夹，不要救我，那边都捕兽夹。捕兽夹真的是笑死。 因为我刚刚想要绑巧克力啊，刚刚巧克力冲进来了，太硬了吧！是，又爬过来哦。啊！谁啊？干嘛？有人头啊？有人是卢米是狗狗啦，坏人。而且不要被他们刷太多，我们应该是没事了。没事了。哦，跑不快，2个3个。 我无敌，我可以一直放无敌。你是吃止痛药，一直吃。对。拖到时间结束。有，我上2楼了。现在我能干嘛？85。你继续吃，我继续爬。我吃。我还有止痛药，我还有。哦，广播关闭。关闭可以干嘛？就是我们可以用下面那个东西啦。耶。哎呀。 但还可以吧，不知道哎。行啊，知道。其实我们后面死蛮惨的，蛮惨的，对。对啊。GG。只能说我们运气蛮差的啦。真的。没放到好位置。然后他们又都放到好位置，就这样。对啊。你看1楼，然后作者，你看。好久哦。 我们也找不到动员5人，对，然后一直找都找不到，我可能在找允月，你在哪里？我中段就想说，哎，好像没看到允月，然后想说算了，然后最后想说不管了，找他，一定要找他。他躲在树上啊，允月好像是被挥上去的，对他被挥上去的，然后先被我找到了，然后是繁星卖了你了，没有，我也在逃，看到繁星的屁股就哦在这里。 繁星的屁股，看到繁星可爱的屁屁。嗯，而且你们来的话，我也不怕，我10个那个无敌。哦，难怪。到最后，哎，我那个超好运呢。对啊，你们运很好啊，都封到很重要的地方。我先用那个毒气，然后就在2楼，我想说哇，这太衰了吧！小雨，你换一下电箱看有没有机会。结果在2楼，就在2楼电箱神抽，真是神抽。被锁到电箱的位置，真的是啊！对啊，可惜。而且我们后来都是用那个，就是存满那个400电力，然后一口气爆发，感觉好像比较有用。我们刚刚也是啊，可是就是很衰啊，就是抽到不太好的位置啊，对吧？哎呀，所以关键就是啊，骨折了。你们是没有让小雨去抽，幸运小雨抽奖，一抽外面，二抽那个2楼，太强了。 真的，卡女将，抽有没有？只有抽电箱有用。抽电箱女将。哎，我发现敲玻璃，敲一片可以升2等。对啊，敲一片可以升2等。我后来就把我们那边全部都贴满，剩下来的全部敲起来。管他是有没有用都敲，旁边破的他也要敲。超好笑，直接敲起来。大家在打架，我在旁边敲那个。 好啦，休息啦，辛苦啦。2020，2020有发现一个小 bug， 就是我当那个，就是当怪物的时候，技能不是只有就是2种嘛？啊，在被动，然后我拿到那个有其中一种技能会拿到2个道具，可以用。会啊，有时候会，可是一次都用完了。这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？我刚刚也拿到2个。啊，好，快点，来换游戏。 小雨要玩吗？哦，不行，我今天被召唤了。你们是玩什么？哦不，对，我想说今天没有特别揪，我想说就哦不啊，对哈，没有先揪。对呀，嗯，好啦，那今晚先到这边啦。因为等一下要跟巧克力录影，所以今晚就到这边啦。感谢今晚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订阅。我是白金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好。 没有啦，这真的就很运气啊！运气好就你看，如果把人锁在小房间里面，我就赢了。你骨折了，我又骨折了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！明天下午4点吧，4点再来看那个，不知道会不会，应该是高几率会开台啦，开那个好乐迪。哎，那这样啦，拜拜。